您的二位朋友已在此恭候多时了。董事长，董事长您好。董事长，对不起啊，你们俩打起来了？没有，这咱们今天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你看就造成这样，但是不赖我们呢。赖谁？您这酒厂开了这么远，这爬山爬上来的。是、啊。还有一个，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啊。嗯。您为什么要把这个酒厂开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啊？我不是怕工商局找着咱们吗？对啊，王董事长，您也是爬山爬上来的吧？对，您怎么一尘不染呢？我走地道。董事长，这下回啊，我还得跟人董事长酒字，哎，点一个草入的酒字，好，特别好，酒。哦，扒完了就是酒，但是、啊、但是咱们刚才说是半滴都不洒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没有，咱洒的是一遍，啊，一遍，啊，这就是我们董事长的智慧，啊、来，咱们干了这一杯，啊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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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啊，真是好酒啊，我准备敬一百家，150斤，150就这么多。哎呦，太好了，二位真是幸运啊！哎，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，董事长才说的，说现在无论任何企业或者是个人，一次性订购50箱以上，有15项优惠的活动。对，15项，那有哪15项呢？这段提问的特别好，我跟你说呀，还是听一听董事长是怎么说的吧。有15项，第一项去日本旅游，好，好。第二项去美国旅游，好，好。第三项去香港旅游，好。第四项去德国旅游，哎，第一项去哪儿来的？第一项，董事长，第一项去日本旅游，日本。第四项是德国旅游，不对。跟方清平学了一招，怎么让自己放松情绪哈？嗯。吃，来接着吃啊，这个吃是真饿了还是就是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啊？就是没事干，不知道手搁哪儿，放点花生。有一个问题，咱们酒厂啊，绝对不是靠的传销，对，对吧？对，那靠的什么呢？靠的口碑，靠的口碑，就是那口碑，蒙古口碑那个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就是那个酒后，车在什么东头，人在西头，对，抱着方向盘，那怎么回事呢？这车不是我的，另一个喝酒的人开上去了。哦，全村都喝酒。我们全村就是那么个地儿哈。常总，对，他自己没法。你们两个坐吧。谢总。董事长，我们这次来啊，主要是想品尝一下贵公司的头牌名酒，对，四锅头，哎呀，叫扶墙走，扶墙走，哎、董事长，咱们这个名号是如此的响亮，那想必它一定有个来源，那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这是我们董事长啊，在做下酒菜。也就是拍黄瓜的过程当中想出来的。拍黄瓜，这是怎么通过这个拍黄瓜想出扶墙走这个词儿的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对，我跟你讲啊，好，还是让我们听一听董事长是怎么说的吧。哎，我拿菜刀拍黄瓜，菜刀掉地下了，把脚扎了，我就扶着墙出去找医院。后来我想，酒就叫扶墙走。啊，原来是响亮。特别的响亮。哎，董事长，我还有一件事不太明白啊，你说咱们这个酒，我在各大的电视、报纸、各大电视广播上面从未看过咱们这个酒的宣传，但是奇怪的是呢，咱们全国上下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请问董事长啊，咱们这个酒是用什么来宣传的呢？传销啊？传销。
原来是这样啊。对。那咱们这样，闲话少叙，品酒。来，稍等，董事长。啊，那黄小泉啊，那咱们还是按老规矩。啊，按老规矩。好，您稍等啊。嗯。老规矩。哎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董事长，您这是为什么呀？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这个是叫保险柜。嗯啊，是啊。这个是能热东西，热油饼啊什么的。哎呀，那是微波炉，董事长。董事长太开玩笑了。嗯，我是说，为什么要没收我们的车钥匙？对啊，因为是酒后嘛，不能驾车。听到没有？我们董事长为什么能这么说？嗯，董事长啊，对此事有着一次沉痛的教训。对，我就是酒后驾车撞死的。啊？董事长撞了一只狗。哎，董事长幽默。嗯，有一回啊，董事长在外应酬，嗯，完事之后呢，自己独自驾车回家，嗯，喝多了，对，没有了音信，家人非常着急，嗯，第二天，我们在郊区某村头的东村头一棵树上，发现了董事长的车啊，在村的西头一棵枯井边上，发现了抱着方向盘熟睡的董事长。不是，从那以后啊，我们的董事长不论何时何地与何人一起喝酒，他总是会把在座的各位车钥匙收起来，嗯，为了大家的安全。这么做是对的，董事长。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您的车在村的东头的树上，嗯，而您却在村西头的枯井旁吧？对呀，抱着方向盘睡着了。嗯，不知怎么回事啊？我那天喝多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咱们继续品酒吧。好啊，对，来，为了咱们首次合作，来，合作。稍等，二位，我们的酒啊，可不是这么喝的。嗯，要想真正品尝出我们扶墙走美酒的甘甜，嗯，是有一套程序的。对，程序。下面就让我们的董事长为二位演示一下，嗯，喝酒的程序。这就是量，啊，这就是量。那手不能扶着，嗯，扶着罚三杯。哎，好，二位啊，来，坐。刚才董事长演示的是喝多以后那一套，嗯，其实真正的喝酒之前那一套是分三步的。嗯，那直接从最后一步开始吧。啊，行，最后一步，最后一步，我们高举酒杯。哎呦，二位没有酒了，我给二位斟上，少一点就行了。一点，喝啊。哎，感情，那董事长给您倒多少？给我倒满了。哎，倒满了，倒满了，满了，没满，马上就满了，董事长。好嘞，好，这最后一步啊，让我们高举起酒杯，高酒举起杯，挥杯如笔，挥杯如笔，用草书写出一个酒字，而且半滴不洒，一饮而尽。嗯，你给他表演一遍。哎呀，董事长，您太会开玩笑了，这是您独创的呀。董事长，你要不是我炒了你，我告诉你。董事长，我输钱，我炒了你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我董事长。你什么都不会，你跟我这上班？我这不跟你学习了吗？我不要你了，你董事长。我什么都会，我他做的，我不看。嗯，就看您做的。哎，对，因为啊，人都冲您来卖酒的。对，冲您来，对不对？挥杯如笔。对，写一个草书，写一个草书的酒。关于凤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，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，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“方清平”这三个汉字，或者输入拼音 ID“ 方清平666”就可以关注到。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、音频、综艺节目，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。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“方清平”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